依家咧就同呢个座台灯做测试，一开头咧就未着，跟住就测试佢着灯嘅状况。好啦，咁而家睇个图表，咁睇见咧一开始嘅时候咧系大概70分到嘅，未着灯嘅时候，咁咧跟住一着嘅时候咧，其实咧佢个 OR 已经慢慢提升啦。你会见到佢慢慢由71啦、72啦，嗱由左下角嘅你个 total energy 黄色咧。就係、是、能量咧，就係啱啱中間到啦。綠色咧就係 above west average 嘅。咁你見到佢開頭著嗰陣時咧，就仲係黃色。雖然係黃色，但係佢開始慢慢上升緊啦，71、72。咁咧，我哋大概做咗90分鐘嘅測試左右嘅。咁期間咧，其實去到最高咧係可以去到84啊。拉雲咧，平均咧都喺上到去80左右嘅，哇！咁依家已經見到佢咧，就去到75啦。咁所以個喺啲差唔多一分鐘裏邊咧，佢已經由70去到75啦。咁我咧又唔會喺度播曬90分鐘嘅，我就會喺個time bar 嗰度咧就 click 大概每一個 interval 啦，10分鐘咁喺度跳嚟睇啦。咁所以咧就你睇見佢係一路個 chakra 每一個輪位咧，即係簡單啲，佢成個能量嘅狀態咧都有變化嘅，一個縮短啲嘅變化啊。綜合成件事嚟睇咧，佢就係可以由70分鐘。70分去到80幾，咁你見到右下角咧，會見到我嗰、錄製時間嘅，咁總共係90分鐘。